直角贴护球你真的会打吗？今天我来教你。直角贴护，遇到这种球形，如果不下塞直接击打，就算很准，也可能会因为力量不足导致无法进球。这时候如果加一个左塞，白球碰到库边后会产生凹陷，左塞增加了白球与库边的接触面积，减小了目标球和库边的角度，就可以增加进球的概率了。瞄准的时候可以瞄准目标球进球线后一颗球的位置，左塞中大力就可以轻松进球啦。细节做到位了，进球率可以提升20%。贴护球会了，不贴护呢？想知道吗？下期的。